这个麻辣排骨香肠我是真不想买，为啥子？成本又高，人工费也高。这个排骨全部是国产金牌，去掉龙骨哈，只带直排和指骨部分，每一切都是手工灌进去的。工人也不想做这个东西，但是为啥子我会做出来呢？第一个，我想挣钱，一斤挣了你几块钱哈。第二个哈，就是因为很多朋友他想吃，现在领券下来110多块，投50多块一斤。一斤鲜排骨只做到7两左右，成本你得算哈，具体要得要不得，巴不巴适的板，告哈就晓得了噻。